以我觉得我们之间，王妮，对不起啊，让你久等了。今天集团有个大会。你好。这位是木南，宝妮男朋友。等久了吧？听宝妮说你在威特斯通工作。我们是亚洲地区最大的投行，我呢全权负责华东地区对人工智能及大数据虚拟现实产业链的投资业务。这么巧啊，你说的这三个领域正好都归我管。哦，只不过我平时在新加坡总部，难怪没有见过你。啊，我忘了介绍莫南了，他也是威特斯通的。他是总部的总监，是 senior director。宝贝，你就这么不在乎我的身份吗？其实呢，宝妮这个人不太喜欢谈工作上的事。哦，她的兴趣还是在健身上，而我恰好是健身俱乐部的成员，我俩就是在健身俱乐部认识的。难怪我们这么合拍，我也喜欢运动，只不过你知道，现在是工作太忙了，我根本没有时间。不过我在读大学的时候蝉联过三届全美业余马拉松大赛的冠军。其实吧，自从遇到莫南以后，我才发现原来我以前的生活都是在虚度光阴，游戏人生。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好，祝你们幸福。谢谢。送给你了。别看了，这网页我自己做的。行啊，你莫南，你现在的演技简直就是炉火纯青，连我都看不出来。开玩笑，我大学的时候可是戏剧社的骨干，获得过最佳。冷套假的。哎呦，衣服找人借的，手表是超A的，不是行家，看不出来。